好，现在介绍这个 GPS 飞机组合对屏。首先的话，先把折叠给打开，然后的话必须要安装保护架。我这个测试的，所以没有安装保护架。然后这个电池是这样，有一个卡口，这样直接拿出来，有配一个充电线，直接充就好了。遥控器也有一个充电的接口，直接插进去，有一条白色的线，另外的黑色的线就是这个电池的充电线，这样就 OK 了。然后这个支架展开就可以放手机，然后电池这样轻松安装就好了。对屏就是飞行器的这个开关，长按大概5秒，它的灯光就会连续闪烁，然后你打开遥控器再按一下，然后左边操作杆折上折下，观察了它的灯光，直到它变为常亮就 OK 了。一开始的灯是连续闪，现在慢闪，这样就对屏好了。然后解锁，这样就对屏。如果没对屏的话，这样就是不能起飞这个飞行器。